欢迎收看由读书郎儿童智能手表冠名播出的快乐体验节目。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央电视台威海影视城，两组体验者将接受一次海岛的救援任务。我不行，我害怕。别放弃，你能行。这些在家里娇生惯养的孩子们能否在拯救生命的同时完成一次蜕变呢？孤岛救援。参加今天比赛的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天使队。嗨，我们的口号是拯救生命，勇往直前。一支是雷霆队。我们的口号是雷霆出击，生命奇迹。耶，好，掌声有请裁判入场。朱冰桥，威海市未来领袖拓展训练营教练。救助伤员绳绳而艰险，你们有信心吗？有。在今天的比赛过程中，来自于威海领袖军团特训营的教官将为你们提供全程的保护。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狭路相逢勇者胜，一起进入第一回合的比赛，加油。第一回合，绝壁速降。比赛规则：一，所有队员通过绝壁速降到达指定地点；二，每队必须携带药箱；三，累计用时最短的队获胜。在救援过程中，为了尽快找到伤者，救援小队必须尽可能找到近的道路，因为时间就是生命，早一分到达，伤者就多一分生的希望。救援的道路上危险重重，为了节省时间，你们将翻越一道绝壁。翻越绝壁的时间直接决定了任务的成败，你们必须在30分钟内到达我们指定的任务点，否则任务将失败。你们有信心吗？有。在家里，爸爸妈妈什么都不让我干，除了学习和跳舞，我什么都不会。以前膝盖磕破了，都是爸爸妈妈给我弄。现在要帮助别人，就感到特别神圣。虽然我是个女生，但我会努力的，加油！经过抽签，首先上场的是雷霆队。我最担心的是善良，因为她是女生，我怕她体力不行。我晕高，不知道会不会拖全队的后腿。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预备，开始。为了给队员们信心，雷霆队的队长刘瑶首先速降，他要做一个探路者，而且还背着药箱。我参加过拓展训练，攀岩都没问题，更别说下悬崖了。在教练的保护下，刘瑶小心前行，因为他曾经参加过攀岩的拓展训练，所以并不害怕。只要中途不摔跤，他就会很快到达崖底。是悬崖下边那块有个石头，我脚没踩稳，摔了一跤，挺疼的。在攀岩过程中，最要紧的，一是时刻保持身体的平衡，二是两脚要找到落脚点，否则很容易因为失衡而摔倒。刘瑶加油！虽然摔了一跤，但刘瑶并没有在意，而且加快了下降的速度。加油！
雷霆队第二个上场的是徐子晨，在几名队员中他是最小的一位，面对陡峭的悬崖，他能够完成任务吗？专业教练让我往身体往后倾斜，我就怕掉下去。加油，徐子晨！徐子晨，加油！加油啊，徐子晨！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啊！加油，徐子晨！加油，徐子晨！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知道了。尽管很害怕，但徐子晨坚持着缓慢前行，身体只要往后仰，脚是直线的就不会摔的，没事。好的。就在那个大石头那块摔了一跤。徐子晨，没事，别害怕。你紧张吗？啊，还行。我就是第一个看刘瑶下去的时候挺轻松的，但是第二个徐子晨下去的时候都闭眼了。对，所以我有点紧张。徐子晨不知道，他的跌跌撞撞给后面的队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徐子晨，加油！在队友们的鼓励下，在教练的指导下，徐子晨离终点越来越近了。我摔了两跤，第一跤是我左脚踩空了摔了一跤，第二跤是我踩到那个大石头边上没踩稳，然后摔了一跤。啊，我挺紧张的，我就害怕自己万一摔下去怎么办。没问题的，一会儿还有一个教练跟着你下呢，保护你的安全。好，放心吧。嗯。等我下来的时候，我感觉非常非常的爽，真想再比赛一次。如果再次比赛的话，我肯定会比之前更勇敢。雷霆队第三个上场的是善良，她是全队唯一的一名女生，而且身高。所有队员都为他捏一把汗。我最担心的人是善良，因为我怕他走得慢，拖全队的后腿。是，他们都说肯定是我最慢，因为我是女生嘛。善良加油，坚持就是胜利。对于晕高的善良来说，长这么大，这是一次最为艰难的挑战。虽然赛前经过培训，但那都是人工悬崖，而且高度才10米。而这个悬崖不仅高达40多米，而且还有荆棘怪石。尽管非常害怕，但善良不想因为自己导致全队输掉第一回合的比赛。善良，善良，我们分开，我们分开，身体好。善良严格按照培训时的要求去做，再加上教练的指导，他下降的速度明显比男生快。有很多树枝啊什么的绊我的脚，我就害怕我摔下去，所以我挺害怕的。好，下，对对对对。刚下的时候害怕吧，然后后来快到地面的时候就不害怕了。感觉体验过了之后，又有了一种新的感受。然后以后呢，遇到事儿就想到这次体验，就要更勇敢、更坚强。刚开始他们都说肯定是我最慢，因为我是女生嘛。结果比完赛之后，我是最快的一个，看他们还敢小瞧我。雷霆队最后一个上场的是苗动。我虽然不很高，但是很害怕，
往下一看，下面怪石嶙峋的，非常恐怖。由于恐惧，苗栋经常停滞不前。我不行，我害怕。苗栋，别放弃，你能行。为了防止摔跤，所以我走得很慢。路上有很多树枝，然后我怕它把我绊倒。在速降过程中，应当尽量向后仰身，这样身体的重量完全作用在双脚上，稳定性最强。而苗栋因为害怕，始终哈着腰走，这使他的重心靠前，严重影响了他的平衡。虽然在四名队员中，苗栋是最慢的一个，但能够完成任务就是他最大的收获。雷霆队用时26分39秒。我不行，我害怕。别放弃，你能行。第一回合绝壁速降，所以很快就下来了。天使队第三个上场的是宫泽文，最终他也没有让女生先上。我不晕高，所以我从悬崖上下来一点也不害怕。别看宫泽文个子不高，却是全队技术要领掌握最好的一个。他每次在迈脚之前都要查看地形，不走冤枉路，所以他的速度最快。就是快到终点的时候，有一块石头把我绊了一跤，那个时候我特别害怕。尽管摔倒，但宫泽文没有借助教练，而是紧握绳索自己站了起来。天使队最后一个上场的是孙艺林。我想先下悬崖，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我比男生勇敢。当我穿上护具的时候，我就开始害怕了。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队的孙艺林，她又小而且是个女生，前三名都很快，要是她耽误时间我们就有可能输了。但是我不能让他们小瞧我，我就咬牙坚持。孙艺林是天使队最小的一名队员，然而她的勇敢却让全队刮目相看。当我走到中间时，有一个大石头拦住了我，我非常害怕，因为我怕我会从那个石头上掉下去，因为那个石头和另一个石头间隔比较高，所以我很害怕。腿不要顶一块，站起来。这摔的，小心点，加油啊！腿不要顶一块。加油，孙雨林，加油！腿都软了。比赛之前，所有队友都认为我可能是最慢的。让所有队员吃惊的是，我的速度排名第二。天使队用时28分07秒。好，第一回合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问一下两个队的队员，你们觉得难吗？难，非常难哈！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队的同学们表现的都非常出色，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掉队。那在第一回合比赛中获胜的是哪支队伍呢？他就是雷霆队。好的，恭喜雷霆队获得了第一回合比赛的胜利。好，接下来两个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摆在你们面前的是一处海湾，你要用你们的智慧渡过这片海湾。好，一起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加油！在第一回合中，天使队以微弱之差输掉了比赛，
接下来他们还要面临搭筏过海和救助伤员的考验。那么身体素质落后的天使队能否经受住挑战，反败为胜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快乐体验孤岛救援。我们的救援小队已经成功的翻越了悬崖，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海水涨潮阻断了他们到达救援区域的道路，怎么办？我们必须制作一个漂流筏，通过我们团队的努力到达救援区域。第二回合搭筏过海，比赛规则：一，救援小队利用塑料桶和竹竿制作一个漂流筏；二，每队搭筏时间为120分钟；三，每队必须携带药箱到达孤岛；四，乘坐漂流筏最先到达孤岛的队获胜。搭漂流筏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漂流筏的结构是否合理，另一个是捆绑的是否结实，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就会有倾覆的危险。我们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制作漂流筏的所有材料。那问一下两个队的队员，如果你们绑得不够牢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掉进海里。如果绑得不够牢固的话，一定会影响到救援小队每一个队员的生命安全。有没有信心？有。预备开始。这就是那座孤岛，涨潮时海水会淹没通往孤岛的道路。为了拯救生命，救援小队必须尽快登岛。那么他们会制作一个什么样的漂流筏呢？这是天使队，他们在商量如何制作漂流筏。咱们采用这个工字这个写法，然后咱们在这块搭两排，在这块搭两排。我觉得这样不结实，可是旁边怎么翻？我觉得应该用工字形，之后这块搭一排，这块搭一排，这块再围一层，这块再围一层，中间就得加一个，要不然才能固定好。但是这个办法如果开着开着的话，它很容易跑出去。然后这边就搭一排。对，啊，行。行，天使队采用工字形结构，那么雷霆队呢？没想到雷霆队也是采用工字形结构，就是把塑料桶摆成一个工字形，然后再用竹竿固定。可是，在摆放塑料桶的过程中，雷霆队改变了原来的设计，把工字形结构变成了日字形结构，然后再这样，不行，那你得拿绳子，那太小了，这不还差一块儿，先得拿小的固定，我说怎么固定？我们想把桶扎到一起，上面铺一层竹子，那样结实，浮力大。这船不平啊。还行吧。你等等，你等等。等等，把这些都卸下，一个一个竹竿弄。我觉得我们搭的竹筏不好，下面放一排，下面放桶，上面放一排竹竿，然后呢很难扎起来，然后呢非常的不好。我给队长提议，给队长提意见，队长还不听，后来气得我也不管了，玩去，不干了，让他们自己干去。徐子晨耍起了小脾气，他因为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纳而感到愤怒。对于徐子晨的表现，队长刘瑶似乎并不在乎，他只顾自己捆绳子，而其他队员该干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安排。日子弄怎么记？我觉得搭那个竹筏特别难，因为竹筏老是固定不住，下面的桶总是松，然后那个绳子也系不紧，我们都没有太大的力气。雷霆队的进展很不顺利，那么天使队呢？我们是按照教练教我们的形状去做筏子，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筏子特别好。天使队分工明确，相互配合，而且经过商议，他们决定把工字形改成口字形，因为这样筏子的稳定性会更好。我觉得扎木筏设计不难，难就在绑，因为我绑不结实。120分钟的搭筏时间所剩不多了，天使队的筏子已经接近完成，
为了让筏子更加的结实，四名队员在做最后的加固。有两种绳子，但我们用的麻绳比较多，所以特别结实。与天使队不同，雷霆队把竹子整齐地绑在了塑料桶的上面，这样能行吗？会不会在半路倾覆呢？预备，开始。经过抽签，雷霆队首先开始向孤岛进发，然而他们刚一下水就出现了问题。那个竹子在上面特别沉，根本上不去。后来我们把漂流筏翻过来，竹子在下面，那样就稳多了。过去。翻过来那个桶就是都散开了，就是朝四面散，然后我们上去也不稳，然后船就翻了。你不行，你不会水，你赶紧上去，我们翻过去。上去，上啊！不会水，行啊。因为桶绑的不结实乱放，所以人很难上去。后来没办法，就让一个女生下来了。刚上竹筏的时候，就是挺害怕，但是上岸了以后，我觉得还是坐在竹筏上挺比较爽，然后觉得特别遗憾。这个船上有这么多人，当我们把那个筏子翻过来的时候，那底下根本就没地方坐。最后，我们坐的竹竿上，把衣服都弄湿了。一、二。划船的时候我没划，我就是帮他们保持平衡，然后那个有一个桶快掉了，幸好我把着，要不然桶就飘海里了。一二划。由于漂流筏设计不合理，雷霆队不仅只有三名队员前往孤岛，而且他们的药箱也浸在水里，这会对救援带来严重的后果。很难滑，配合的不好，所以老偏。整个竹筏都在水里，这无疑增加了前进的阻力。雷霆队的三名队员费尽了力气才到达孤岛。划筏子特别累，因为我是跪在筏子上的。到了岛上，我的腿都酸了。虽然我们全身都弄湿了，但是我感觉特别爽，因为划一个筏子到孤岛上去救人，感觉特别光荣。如果有机会真让我到孤岛上去救人，我肯定能做得比这次更好。我觉得第二回合我们肯定输了，输就输在筏子没有扎好。其实教练在训练的时候，已经跟我们讲过了，可是我们没听，没按教练的说的方法来扎筏子。雷霆队用时40分58秒。这些在家里娇生惯养的孩子们，能否在拯救生命的同时完成一次蜕变呢？第二回合，搭筏过海。雷霆队在前往孤岛的过程中，不仅将药箱浸泡在海水里，而且耗时过长。那么接下来天使队会不会也出现雷霆队的失误呢？预备，开始。尽管天使队整体实力不如雷霆队，但天使队搭建的漂流筏布局非常合理。他们把竹竿均匀地上下分布，不仅捆绑牢固，而且重心稳定。在滑到一半的时候，队友们都累了，我们决定轮流滑。可是当我滑的时候，我根本就滑不动，因为平时我只吃菜不吃肉，所以我以后要多吃点肉，多锻炼。当天使队满怀信心地向孤岛进发的时候，起风了，但他们凭借牢固的漂流筏，团结协作，
顶峰前进，最终顺利地登上孤岛。滑筏子特别累，在我们比赛的时候风很大，还是顶峰走，快到孤岛的时候我胳膊都酸了，费了好大劲儿我们才登上去的。耶！天使队用时32分45秒。耶！第二回合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问一下两个队队员，觉得难吗？超级难。因为我们要想到达救援区域，一定会经历千辛万苦。好的，两个队表现都非常出色，但是在这个环节中，哪个队获胜了呢？获得比赛胜利的就是天使队。耶！两个队的队员翻过了悬崖，扎过了竹筏，越过了海湾，现在你们已经到达了救援点。但是有一个情况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那就是我们的伤员骨折了，怎么办？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你们把伤员抬到直升机的救助点，这就是我们第三回合比拼的内容。怎么样？有没有信心？有。第三回合，救助伤员。比赛规则：一，救助小队找到伤者后，及时为伤者打上夹板。二，制作一副担架，并将伤者抬到直升机救助点。三，用时最短的队获胜。救助伤员的难点在于不能对伤员造成二次的伤害，如果担架不结实，很可能会把伤员摔下来，这对于救援来说无疑是不合格的。经过抽签，马上登场的是雷霆队。我觉得担架比筏子好扎，第二回合我们输了，第三回合我觉得我们能赢。预备开始。救援区域并不大，但在密林中找到伤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雷霆队在队长的带领下在密林中搜索前进，他们用了不到15分钟就找到了伤者。我觉得我们这个队长不合格，他没有分配任务，应该打架板的打架板，然后绑担架绑担架，这样那个才有条有理，要不然简直乱干一套。哎，这个不值。难。队长刘瑶只顾着找打夹板的干树枝，他是想为伤者打完夹板后再去绑担架。由于没有很好的指挥，导致其他队员边干边等，耗费了不少的时间。使劲绑，哎，这么下绑的。现在不用找那个了，我们主要是做担架。应该是不行，你看你多松啊！给我来。扎担架扎得太慢了，就是因为队长没有分工明确，然后大家都在那乱干。哎呀，你们能不能先过来？行不行？不行。最终，队长刘瑶还是打完夹板后才开始绑担架。系蝴蝶结，系蝴蝶结没用，系死扣。我是最后一个结系的，蝴蝶结是系死。那我忘了，我说了，我这个就是对的。那我忘了呀。原来以为绑担架很容易，结果很难。难就是难在绑竹竿的地方，那个竹竿老是绑不紧。终于完了。你就这样吧。瞅点。哎，试试，你们都让一下，我再抬看看能不能抬得了。哇，好轻啊！可以啊！啊，终于好！可以啊，在这上面铺些。我操！好，就这样。铺吧。担架终于绑好了，铺上松枝就可以抬伤员了。西子晨，你抬这个腿。哎，不用了，瘦点行就。快点啊，没。快点，10斤。起来！可是他们刚把伤员抬起来，就出现了状况。这整个棍儿都掉了，什么呀？因为绑得不紧，半路的时候
有一个木棍松了，把伤员摔下去了。他们救援不合格，因为第一就是分工不特别准确，然后乱乎乎的。第二呢就是做的那个特别不牢固，然后把我给摔了。假如我腿真的骨折了的话，把我摔了，那我不得疼死吗？我救 ，baby， 救我！哦，你别疼了，哦 ，baby， 快出！雷霆队用时43分25秒。这些在家里娇生惯养的孩子们，能否在拯救生命的同时完成一次蜕变呢？第三回合，救助伤员。备，开始。救助伤员，雷霆队用了43分25秒。那天使队呢？他们会不会比雷霆队快呢？果然，他们只用了不到10分钟就找到了伤者。来，拿绳子，拿绳子，快点绑，绑了绑。天使队分工明确，力量最小的孙艺林负责打夹板，其他的队员负责绑担架。他掉难度了，帮我绑一下，现在让我这边系好了吧。等会儿，好，我现在你就使劲儿，你把他那个，我绑上，这样就不会动了。这个，我就直接给你弄。打完夹板后，孙艺林也加入到绑担架的行列。我卷一下，现在先帮我绑。天使队不但担架绑得很规范，他们还非常注意细节。为了让伤者更加舒服，他们特意采用了没有枝杈的松树枝。扎不行吗？我觉得他们做担架做得挺好的，躺在上面可自由了。我是抬前面的，就因为我没有力气，所以让一个男生来抬前面。我心里特别愧疚，就因为我的原因影响了全队的速度。因为女生抬不动，所以我一个人抬前面。我们担架绑得不好，因为那个系绳子的时候那个扣开了，那个距离太大，最后成了个梯形，然后那个伤员被摔下去了。我觉得我们搭的担架特别好，可是没想到快要到地方的时候担架散了。担架散的时候，后面两个队员把担架扔了，而我没有松手，因为教练说过就是担架散了也不能松手。天使队用时34分21秒。耶、yeah! 第三回合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问一下两个队的队员，觉得累吗？累，非常的累。以前有没有抬过别人？没有。所以你们一定要在平时加强体育锻炼，增强自己的体能，包括信心胆量，对不对？对，是的。好的，那在第三回合的比拼中，哪个队获得了比赛胜利呢？那就是天使队。耶、yeah!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三个回合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获得今天比赛胜利的就是天使队。耶、yeah! ！好的，今天的快乐体验到这里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Yeah!